等我变身先。一个广告的时间，东张女神何佩嘉就变了做东张男神萧正楠。原来因为阿萧所演的《巾帼枭雄之悬崖》在当晚正式播出第一集，而同晚十点半又会播出他和欧永权主持的新节目《呃钱》，所以他就硬闯东张，成晚陪住观众。欧永权问阿萧仲有什么想做，阿萧仲搞笑话就连晚间新闻都想参与。